是，首先第一步是打开这个脱泡机的门，取出里面的配件。这个是一个压力表，拿上来一点。压力表是装在压力调节这里的，压力调节主要是调节我们那个压头下压那个压力。先把这个黑色的拔出来，然后再插进去，插进去用力按一下，然后再把螺丝拧上。接着插上电源，插电源就不用拍了，应该每个都会插。然后记得在打开电源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关掉，这个是必须关的，把脱泡机给拧紧，这个必须关上。对，我们机械的特点就是贴合跟除泡可以同时进行了。好，然后再把可以停了，装配完成了。